为啥要敲我个玻璃房门？因为我年纪大，所以我唔系好识，平时好做紧鬼，欠过老师三秒币，我就唔咩都交街啦。我个只有听讲呢，老一辈个人向佢交公道噶。我唔明我推翻我家婆外老公，我家婆讲啊比较做咩？佢话个老师会个庙碑领晒，你话危险嘛？佢话险过老师晒庙碑咪得危险啦。险个老师晒庙碑啦，我就一路咧就好乱险出噶。你好，我是你的老兄 Thomas。 我个人身处的位置在美国爱华华州的爱华华市，开启的视频然后我的朋友的要求讲一讲他的家乡青楼。青楼位于淮山市恩南部恩林乌福南近鳌山西岭三甲湾村北叠地桥，青楼政府离惠城市区大约有15公里，区域的东面的大概有112.1平方米，然后有36440人。传统特色近代动物有黑皮翁家。Thank you.
长老教会建于1811年，在惠山启蒙教爱的会战之一，历经两个世纪，至今仍然成为近代活力。心聆听，我是上阿怀上怀木社会从了白港文生屯阿排桥，平时过阿桥屯好阿伯，阿件咧人流又好靓，又整齐，又屯嘅排桥墙又好靓，佢个树梢又好整洁，而且又倒来少种水个。今日咧我哋系要讲嘅咧，就系从了白港文生屯，又有名喊到华侨屯。你唱了会唔系好远，有啲有出名嘅华侨团，白港民生团。民生团一共有17人流，17人流，大部分建于上世纪20年代。将团南嘅十二座对游戏派，人流以五堂为主。你好，过去嘅视频都系讲后过嘅，希望你可以转发同埋分享我嘅视频出去，让更加多嘅人睇见我嘅山。